好了，第十四天，我们拿到药喽，所以可以去解救解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先提升一下，我是不是可以升级啦？哎，白银、黄金，白银还没有，黄金这里有了，平最高115，还差一点点，快要可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小猫咪叫毛毛，他到底拍了什么啊？好了，我的这个二级了，升上去了。那个生态健康手环能做什么？对啊，生态健康手环能做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减少10%伤害，哎，好像不错哎，我把这个章鱼手环换掉好了，选择这一个，好，选择就换掉它，减少10%伤害。那个章鱼的我比较不常去特别去按一下，其他的哦，好了，我们要潜水了，要供应前曼咖喱哎，哎那个水母季是不是要来了？我要准备多一点的水母啊，每一次都说要准备多一点的水母，可是。可是都没有哦，哎，这个，哎哎还不行哎，如果要抓虾子，哦，他这样，要按这个，哎，抓到白虾了，有还有海马是不是？海马也可以抓，哇哦，有新物种来了，这些小东西原来是这样搞的。哎呦，巨齿鲨又来了！这里怎么老是会有这些东西来阻拦我们啊？哎呦，闪过了！快转身得你好几发，一转身得你好几发！哦，好，快速一点！哎，有两只哎，我的天哪！哇！现在是怎样？哎呀，我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弹药啊！先开氧气，再拿弹药，再跟你拼一次。嘿，好！哎，又闪过了，太棒了！转身。好，快速的打击，巨齿鲨猎杀高手。哎，我是来打水母的，我不是来打什么巨齿鲨的啦。都没有遇到钟乳石洞啊，都不能打水母哦。所以这些小鱼都是直接这样抓的。哎，鹦鹉螺哦，这里水天使，好，耶，海天使抓到了。那这一只嘞？哎，打错了，对不起。这只我好像没抓过。哎呦，不要跑，就决定是你。哎呦，鞭长莫及。哦，三齿豚，新的鱼种哎。哎咻，把这些哎，我好像不能再拿了哈。我先去缴交任务好了。我好像不能再拿了。好了，进来了，我带珊瑚粥来了。你真的带来文文啊？好像是真的，给你吃啦，珊瑚粥便当。哇，瑞墨小姐，珊瑚粥来了，喝下去就康复了吗？没事了。哦，可以下海了。他本来就在海里啊，可以起床了，好像活了过来了。哎。看到鱿鱼腿后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。人类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大王鱿鱼是我打败的，珊瑚粥也是我准备的，是吗？瑞墨小姐不是那样的，其实我啊，好吧，那人类就由你来护送我回到村庄了吧？啊，是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为什么？我可是受伤的淑女，你要预防危险的情况发生啊！瑞墨小姐，由我来护送。那个什么，书望你先去前面探路。哎。怎么能让这种人来护送？我会安全的。要不是你没通过，哎，你不是还没通过村里的战术考试吗？我们过来这里的路程有多辛苦啊！啊，被戳到痛处了。不要再碎碎念了，快去探路。
那边的大叔，你要来背着我走，背着吗？啊，我连一个人走路都很难呢、欸，我受伤，鱼池又哦，大小姐真的不受控，我还要送她回去就对了，我背着她，哎、欸，我负重过重了啦，负重过重，背着她抵达目的地。瑞墨有要打通管虫的能力，观察四周哦，他可以直接管虫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好了，背就背啦。哎咻哎咻，背着他没有办法游泳哎、欸，不是没有办法游泳，没有办法快速移动。我本来想说背着他，然后用这个行不行呢、啊？不行，所以只能这样子默默的慢慢的走。哦，好了，先呼个氧啦，先呼个氧，继续背，背大小姐回家。她说她可以打通管虫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所以我不用拿那个什么紫外光灯了，它可以自动开启。好了，我们来了哦，背着很累哎、欸，背到这里了哦，好累哦。做得不错啊，小心不要让瑞墨小姐受伤。继续通过管虫，还有一段要背。哇，我的天哪，我太命苦了吧，太命苦了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来了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要丢掉一些鱼、欸？哎，让我四公斤的鱼，丢弃四公斤的鱼好了。这个雪天使没有很重。巨齿鲨的肉，这一个丢掉好了，这个丢弃，好，丢掉一个，让我负重哦，这样游快多了。就啊，花心虾米逮鸡了，这是什么震动？这震动这么强的震动很少见啊，村庄该不会发生什么事了？必须动作快。我也想啊。背着你很累，哎呦，这里有鲨鱼耶！我不会要先把鲨鱼干掉吧？哎呦，尖叫鸡，等等，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放下来，然后我去解决这一条鲨鱼。哎呦，等等，你在干嘛？你再快点过来，我的苏墨要倒地了。我的苏墨要不行了，哎呀，好痛！我没有弹药了，没弹药，快，没弹药！哎，干掉了！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巨口鲨的肉片！哎，不能再拿了。好了，要再丢东西了。我拿了太多巨齿鲨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把巨齿鲨丢掉一组了，肉片各丢掉一点点，好不好？让我比较能动一点。好像还要再丢一点呢、欸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哦呦，背着你继续走哦，害我的鱼货都一直丢。实在太浪费了，你差点就被鲨鱼咬死了，太恐怖了！哇，下面有好大一只鱼骨头哦！哎呦，我是不是要先去呼个氧啊？哎呦，先把你放在这里，呼个氧好不好？呼个氧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武器碎片，我应该不应该再拿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不应该再拿东西了，这个地雷不要了啦。好了，护送你，我现在游的快多了哦。走，他快不行了、欸。哇，人类啊，你不会这么快就累了吧？我要你小心的送小姐过来啊。好了，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我还打鲨鱼耶、欸。你们那边这么路途这么凶险。真的是太累了，快，游，哎、欸，不会要往下吧？欸，是这里吗？到了吗？还没哦。哇，
又要往下哎、欸，这里又有不一样的水母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水母？这是什么水母？哎呀，会爆！哎，结果小姐死掉了，我重新再挑战一次。看来小姐死掉也不会怎样，对不对？小姐死掉也不会怎样，所以那个这个相当于一段一段的存那个存档点，这个我先把它放在这里。先水母哦，水母没有了。好了，没有水母，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下潜了哦。想不到用死亡推进法，小姐的命也太苦了吧！哇，这一只什么？哇，先不打，先不打，好不好？先护送，护送任务先。哎，前面又有了，等等，前面这一只要怎么处理？嘿。喂喂，电电电电电电电啊！没有电死哎、欸！我保护小姐，然后自己受伤了。本来想用电的，好了，先开一下那个啦。哎、欸，我到极限深度了，230，不能再往下了。哎哎哎哎哎，这个，哇！瑞莫小姐，这是我们来的路被石头挡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因为刚刚的震动，快想办法，我得在爸爸更深近前回去。嗯，如果把那边的松一点的话，石堆倒着，说不定有路可以出去。哦，把路推倒的话，砰，路就通了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是要怎么推倒石头呢？要把这个拔掉，是不是？那个桩子拔出来。人类，你做得到吗？我这副手套不够厚，手可能会受伤。如果有更厚、更紫滑的手套，说不定就行了。吱吱吱吱，抱歉，我实在太好奇你们在聊什么，所以打开麦克风了。如果你要强化手套的话，潜水手套，我的研究所有供应新手套吗？探险的一部分，你先回小艇这吧。吱吱吱，应该会有办法，可以在这等我一下吗？人类，你想把我们丢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吗？好险有本大少爷保护小姐，你们快回来哦！所以我就把他丢在这就好了。哎呦哎呦，返回小艇，我先拿一个最后的东西好了啦。哎哎哦，氧气瓶而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呼救一下，我的那个潜水装也不行了，那个氧气消耗的超级快哎、欸。好了，顺利回来了，培根博士。哦，在回渔人村的路上吗？真有趣。为了做什么作为回收遗物，我开发了一个，哎，桩子拔出来时不就会滑掉了吗？不仅如此，还有各种安全的设计，各种还能移动各式物桶。你潜了这么深了，今天先休息吧。明天其他的我明天早上再告诉你。明天早上再来小艇找我吧。哦，这里完成了，要等到明天了。嗯，好哦。我抓了虾子、海马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个巨口鲨，耶！所以我应该要提升一下我的潜水服了啦。对，没有办法在那边再鬼混了。极限深度再上升，氧气再上升。好了，我们的钱都砸完了。强化完毕，继续潜水。今天我们可以多潜一次，对不对？我晚上再潜一次，去打一个什么潜慢好了。哦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我本来想在深海里面
把那个什么海天使都抓完了，结果好像还差一两个吧，没看到了，晚上了，好哦，我的海天使，晚上了，请在班桥寿司店营业吧。可是我今天想要，我现在才抓三个欸，我想要再潜一次欸，可以吗？夜潜一次会消耗三分之一的时间。欸，我的三旋枪水中步枪可以升级了欸，可以升级成四旋的。好啊，制作确定，四旋枪来了。哦呦，更强了是不是？四旋枪，确认，立刻佩戴。哇哇，那个，这样子打鱼会更，我要提供前慢，那样应该会更轻松吧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了，三分之一的时间打鱼，哇，第一次夜潜。哟，四旋枪欸，第一次夜潜，我们第一次夜潜就不要潜得太深好了，就在这附近。欸，等一下，我如果现在潜下去，会不会也可以抓到什么水天使啊？好像有机会哦。欸，结果反而没看到什么鱼欸，有看到的就是鲨鱼。对啊，反而没看到什么鱼欸。那个来一下啦，四旋枪。哦哟，欸，等一下，欸，等等，没打到，没打到，太可惜了。耶，一次四发，哦哟哦哟。欸，等等等等，我被鲨鱼咬到了。哎呦，他还没死哦，他还蛮耐的嘛。是我 miss 太多吗？哎，欸，我没有弹药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我四旋枪已经够强了。好了好了，打赢了打赢了打赢了啊！这个之前就打过啦，怎么今天没有打得很好？这里有水母。哎，欸，哎呦，不知道什么的水母，先开枪就对了，先开枪就对了。哇，哎呦，箱型水母，这里今天真的都是夜晚，就是比较那个比较恐怖的生物就对了。哦呦，这里出来了，就是你了吧？哦呦，来，再来一发，再来一发 ，yes， 打赢了。耶，yeah， 前慢打到了。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砍吗？我们不应该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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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水母还蛮强的，这只水母还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哦。哎哎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他是怎么钻进来的？他是怎么钻进来的？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一只鲨鱼打，我没有弹药啦。夜潜真的比较危险欸，除了攻击性的鱼种啊，就没有其他鱼种了。欸，夜潜没有办法到深海欸。哦，好哦，所以我们要游回去哦。我本来想说去深海看一下好了，结果发现好像对，夜潜没办法下去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上面。可是除了那个潜慢之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，欸，都是一般平常就看得到的生物啊，感觉好像没有必要特别晚上再来潜一次。要不是那一只为了那个潜慢，哦，有猫饲料，要不要得毛毛呢？高级猫饲料。我竟然在水里发现高级猫饲料，欸，太有趣了。这里面晚上真的
很激进哎，就只有那个前慢比较特别，其他的好像都对啊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特别下来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的氧气不足了，我好像该上岸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一样的鲨鱼吗？哎呦，氧气不足了，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再管你是什么鲨鱼了。先去看看哦，有呼救点哈，呼救点，我们上岸了，上岸了，上岸了，不搞了，不搞了，有抓到前慢就好了。好咯，抓到前慢，这样子应该可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真的要回去开店了哦，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这样没了。我觉得还不如去赚钱。我的公子培训学到了供应饮料嘞。哎、欸，那我的小刘，目前不够钱，可以供应饮料了，所以不需要再倒茶水了，好像很棒哎、欸。好啦，我来供应前慢料理哦，前慢料理应该可以吧？来哦，来哦，来吃哦！哇，我的诱杀这么强哦，巨口鲨也要强化一下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开始营业！噔噔噔噔噔，我是不是要有空要改一下我的装潢啊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哎、欸，他可以去帮忙倒茶水嘞！哎呦，我也来帮忙倒，能帮忙倒茶水真好。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来帮你端啦。哎咻哎咻哎咻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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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我的前慢咖喱流泪了，回春了，回春了，太好笑了，又解决一个了，就是这味道啊！幸好你很满意，吃着吃着就想起了当时。我老家全庄照顾年轻生气的呢，被前慢咬伤，再也无法出海。十二岁的七个夜里跑出去，对准前慢的鱼鳃就一叉啪叉，带着前慢尸体，母亲感谢我，就是吃这套前慢咖喱。这么一回忆，就想起了母亲温暖的目光，鼻子酸酸的啦。嗯，总之谢谢招待，非常优秀的料理，刮噪的客人。嗯，我跟你说一件好事对吧？光顾着回忆就忘记一干二净了。明天早上在这栋建筑的后面空地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前往餐厅后面的空地。哦，嗯、欸，哦，先去磨我的这个啦，磨我的。会咻会咻，噔噔噔，结束营业了。哇，今天潜了三次水，结束营业，营业时间比较少哦，营业额又下降了，这样不对。明天我要想办法多赚一点钱，营业额又下降了。